第一步，收到之后轻，把这两根铁棒掰开，掰开之后，这边插入扶手的孔位，好，插入即可，这样是可以用来放手。第二步，我们装头托和吊板，装吊板的时候记住，这个按键是我们刚收到的时候是这样的，然后这个东西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。 看见没有？我这边一固定，这两个东西就动不了了，然后把它掰松，它就可以活动了。然后第一步我们是套上，这里有一根吊带，从这里把孔位穿过去，穿过去，然后吊板后面还有一根带子，从这里穿过去，穿过去之后，我们从这里卡入，好。 这里要调节好，这边要调节好吊板的一个高度。好了之后，我们这边选择插入。好，把吊板的头托可以上下这样调节角度，调节好之后，这边固定。然后我们把U型头枕放上去，好，即可使用。